巧服设计，功盖千古，册为丞相，邑两万户，赐奏事不明，朝会不拜。今后群臣奏事，当避丞相讳，不得称名。这圣旨到底出自谁人之手？满朝文武，你们不是心知肚明吗？自文皇帝立国以来，天子独操权威，废丞相，立三公，组织不可废，人心不可与人呐，陛下。我做了一辈子别人的手中刀，这次我是执刀人。可今日的二哥呢？与曹公有什么分别？曹操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让天下人负我。他杀了多少人？他手上沾了多少血？你杀人还早啊！征辽东，你杀了一百人，你也高手。一番捕你杀了七千人，楚歌王陵又杀了三千人，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你还跟我说仁慈？百夫人因你而死，小元也死在你家里，你回心沾染了多少人的血呀？你洗都洗不干净，你仁慈吗？春花临床之上，神马同槽，阴油在耳，刀一直在我脖子上。哎呀，你深谙朝堂之道，此次怎如此妇人之仁啊？你是因恐惧而杀人，这样卑鄙怯懦的司马懿，我打心里瞧不起你。瞧不起我？一国君臣尽在我手，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看得起。还说刀不在你手里，你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样会让后世的人说你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。青史留名，那是书生意气。从我起兵那一日起，这身前圣后的虚名早就不要了。我杀给他看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一切不是爹让我看的。二嫂不在了，
我就想问二哥一句，你的初心还在吗？你懂啊。